今天收拾件的意外小发现。哎，先放回去，一会儿捉弄一下老丁。今天想看着电视哈，发没打开，是不是这个线是没插好啊？怎么了？我看看电视这么紧张呢？电视有啥多好看的？我又没让你修，我自己会修。不是，我来修一修，我修一修。你今天这么有担当呢？我是怕你发现，啊、我是怕你累了吗？瞅啥呀，修啊！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之前在这块儿放着。妈，你搬下来干啥？早就想给你了，就放在这儿了。给你惊喜。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不止这些啊？你赶紧给我拿出来！真没了，就这点儿。你别磨磨唧唧的哈，我都发现了，就搁电视里边。你快点的。你咋看见的？管我咋看你！金条。缴获老公的私房钱金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地球仪吗？这不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你打开，我数三个数哈，一、二，开始猜地球仪。快点，别墨迹，我就看看你能藏多少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老公，你等会儿，你等。这什么？插座吗？这里面也藏？不是这个插座。那是哪个？厨房那个，公牛大师轨道插座。藏这里了呀？没呀。当时你不是说插座不够用吗？然后我记在这个纸上，然后他不是个小熊吗？这小熊耳朵，这不就他吗？就是这个小熊，这个插座，打开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上面还有个密码锁。这个是个保险柜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啥呀？不是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想起来了，密码多少啊？密码当时藏在那个门口。赶紧去，快点的。哎，赶紧的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帮老公整理模型房，竟然有意外收获，偷偷拿走，看看老公发现了啥反。The next day， 在这块装电视啊？对呀、啊，这干嘛呀？这是，到时候你就把这个货架子拿走，然后你就可以给这屋玩 PS5 了。好多电竞房都是这么装的。不用装，哪有在这装电视的？白送你，不要呀？不用。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紧张啊？干嘛？不是玩游戏不光费的电视，我现在玩这个。玩啥？玩 VR 也挺好玩的。哎呀，紧张了。这个可比看电视玩真还多了，沉浸感拉满。运动电竞游戏主机品类日，电脑数码年终折扣低至50%，挨个项以旧换新，至高5000元。行，你玩吧，等你收拾咱们。你能看见我呀？对呀、啊，这没有你，咱自我干。你咋这么懂事呢？没有。你说想到接下来的画面，实在没忍住，赶紧来客厅，提前开了投屏，看看老丁发现钱没了是啥反应。没错，先赶紧把门关上，然后转身跑向私房钱，竟然还知道先把窗帘拉。这是几小时前师傅安装净水器的时候，在下水管上发现的。我假装不知道，看看老公回的啥吧。下午叫师傅装好了。不是说好了我来监督安装吗？那有啥呀，人这人就走了呗，刚走上这咋的了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装这柜子。不是你不用走，我得看这会儿。这个6年才换一次 RO 一次，换的时候手机得提醒。
前一阵你不是水有余力味吗？这玩意儿六级精力装着喝起来味道很棒。这个柜门你别乱开，这是水表什么你都不懂，知道吧？嗯，行。这口感多清甜，给你们，你休息，我尝试。你不尝会儿啊？我晚上拿这个水去做饭，我准备你们尝。赶紧打开提前藏好的监控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一时间想的还是自己的私房钱，不知道当他发现空空如也。缴获老公私房钱，下巴差点。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呢？你把那画给我拿下来。如果太沉，拿不动。拿不动。不给我拿，我就自己找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上面有些卡。果然是没让人失望。有你的，那这俩呢？注意看他的手，这股女性属实有点不小。你过来谁呀？终于答应拿下了其中一幅画，边做准备工作，开始拿了还真有点紧张。这是什么？福字贴上是玉一样。福字儿？哎，这怎么？哎呦我天，怎么滚？趁老公不在家，假装把老公的螺丝刀置换掉，看他反应。2 hours later， 这啥呀？我给你升了级啊！升级啊！啊，今天帮咱搬冰箱那个师傅，我跟他换了，他人可好了。这个20多呢，20多一把，给我看记录了，联系我。不是，那你知道我这一排多少钱吗？我知道啊，你不说过吗？一个2块钱。我就跟师傅谈好了，剩下的这些，他下次来还给你换。你赶紧夸夸我！你这样的，你先让他回来，我跟他聊聊，行不行？不是回来干嘛呀？人家帮你那个搬冰箱都搬完了，人凭什么回来呀？你就说有磕碰，他不就回来了吗？我检查了没有啊？不是，哎呀，检查了没问题呀、啊。你看这艺术画框设计，这蓝白配色，不光外观漂亮，内部功能也潮流。这是冷藏独享干湿分储，左边是去放水果一周的保鲜，右边放干货完全不发潮，冷冻区更神奇，冻一个月的牛肉还是原汁原味，不会一块都是血水，而且还是零沁的，两边也不用留散热空间，还有双轴变轨铰链呢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。你这样，你把师傅电话给我，然后我打个电话，这样行不行？几块钱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这么着急呢？你那前螺丝刀到底多少钱啊？这关键不是螺丝刀多少钱、啊、那关键什么？你过来、啊、这是我以前螺丝刀是吧？嗯，你拿走两个剩一个。对啊。啊。